各位好，后面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珠。人家讲春发夏叶，秋果冬金，到寒天地度，一种人类的植物就会正合适的时节。就像一个马刺，第一亚树地度有索安样的好名声，其是东都料理地度上车口感的元素。不过啊，一下都四重风，已经悄悄的看不到的哦。韩国都暗红的天使地度，迄落是一碗冻豆糕子，肉质又冻起甜的糖食糖，真见迄冻少男人的心脾哟。不过也种衍生种的糖食，因为对抗唔让泰国来的糖食，古时候啊都台湾的荷巴地度已经渐渐的我看唔到诶。今日呢就谈谈民族，乡下落去爱的故乡苗栗。落去平常也做，自古以来就有天下雪梨好名声的马刺，韩国用自然药草包出来的延伸糖食糖哦，来啉。苗栗，高高大大的山上，东都的字体顺利开机，东南亚的相思度是情梦想。前面有很多个温柔恬静的夜味来，两百二百分的是暗涌一个谷，大早我来到山湾，两时阵天蒙蒙的寒天早晨，天天的上过来，十百分的茶油老油的香，寒天流的老湿度，给小暖的人情味，本爱当其他过来拜访，做天人总是当做出风的。离开的司机夹夹来去山脚下的农场了。哇，好一下落啊，当冲去青渡河的时节，今日就抢出全部大都，快到暗江哎！等一下一定做阵丰收。嘿，林太狗，嘿嘛，暗江，明珠你好，你好你好。顶小块太狗，三板菜梯下架子梯，是离开家乡大兵做武术，有一笔年纪太个牙爱张振雄。就按内边海的人生的山顶，总有几二十六年来，今行太迈的同路，见到陈刚做的老手兵杂，直接接触的农夫师傅，以后在中台湾有名的师傅，也都听操有多。他那档的菜，还开始坚持，特别多有本人客当上的第一新式东西。太公啊，看你到位啊！天都风啊，种东都种无像样的菜耶。我产品就会讲，多样的样的菜类，怎有办法卖啊？因为我就本身的自家去卖，所以讲菜的样式越多越好啊。黑公也摆我来请嘛，黑公我请这种市场风一来，一看唔到这种果园都比起呀，他家发很多像马刺。也头尾也有种哈，有，哎，有做好有种啊，那东西有。看看见哎呦，很得意的笑容啊，就顶个轻松你嘞。刚做等下你看那么。好啊，也做带你看，带你呗。来，你来，你忙是看过哦，甜度好，马齿要闭齿哦，娘，三个娘忙是看过。明朝做点啥啊？你要对啊？马哥，也头尾。哎呀。可是也头尾。走啊。一头奶已经糟蹋，完全是光秃秃，等下三八叶尾都要听你耶。原本上阵好好的时节就、就强强果果啦。哎呦，我你啊就会长那个光啊，记住暗藏暗藏的东西，糟蹋给麻薯就在地背上。几也是几藏的烟蛋？真烟像暗果油啊。差不多暗果哦。哇，一头尾做麻薯。叫的都要倒闭啊！哦，其实有条路做的呢，做嘛噶？因为你啊，马薯迄讲表水表态了以后，佮露出就当好是这样的东西啊，所以叫的多多了还种露出用的，没怎么修到了皮啊！真的，今天的爱心库，今天让他们上电视一下。太狗，你喊傻喽！嘿，你要就讲一下，加东西就要控到奶度方一。真的吗？看得到了吗？有没？这个，哇，就是这个，啊，奶是那个马蹄全部啪啪的，它这个怎么用？当成库里用诶。你要的是多的，全部控到还啪啪没哈？奶蹄上都很大哈哦，呀，太狗地都全部都好多，天哪！我就全部黑啊。
盖亚做的吃叫什么嘞？做对了，可以嘛哈？我说我等我处理好这就本身。哎、欸，好像很脆耶。对呢，对呢，你是做的。血趴的喏。真的呢。哎，阿勇猪是的。扒皮噻。你油鸡的皮是的。啊。你试试啦。真的。又脆又甜。哇。又油水嘿。嗯。好好吃哦，而且又甜，那水分又很多啊。你知道哟。食个甜度可能怕比个种嫩果啊、水梨啊还较高啊。食个纤维当厨，像人家都个有冇？见到个咬甘渣样诶，越咬越甜，啊，不过几杯全部散掉，做个吞下去。吞下去嘿。两杯羹个马薯茄，皮硬硬，阿粒皮就含实的。还吞得落去啊、嗯！所以我就教人家讲，你根本就不是削皮就对了。就真的吃就是，真的是不是？黑工是民族北方的苦力，是无尊敬的牛逼马骑哦。不过因为无金生在的粗细，尊敬有天苦力阿娘的片面，这个林含量在金光强在地度是清高的，还加有青年小中度的提升。讲到这来，马骑用上到老婆的动上枪。就连中介方法没动枪哦，不过头尾上台较俗，需要几年的时间。老婆话一年做得中两到三栋来比，也一粒一粒细细的剔苦力，很较珍贵哦。啊！哦，叶大伟，哇，这地都是动刀哦。哎呀，你你看，你比起的东西。唔要上到奶表面，嗯，人奶肉一层就上一层，那你也过你也只讲奶肉黑浅，对，佮奶肉佮油暗层咩，佮中央个上个清淡啊，哦，所以上把个甜是油层浓浅啊，对，佮它层面暗层唔就过暗层，真过都冇过几唔多。啊，杨慧芳，你就偷佮种奶康康个啦，就唔是怪盖，唔是怪偷暗辛苦，佮奶康唔过发讲个转来哦。你讲一滴嘞，天天有机质唔拉的时间，有冇？上次的东西，是平啦，对不对？几座油按多个跟奶底杯，几张油拉久啊？嘿。啊，不过按两种啊，一年做的熟成几百？一年就一百。就一百。嗯，六月、七月噶就开始，嗯哼，发阳。嗯。发阳发好些，整个晒多两分钟诶。晒杂个先发落去边上，几乎上到按。像无一样，在那里未起个整个开始种果。你讲像亚豆皮的最近用生出来个光个部分，哎呐，一条做了上东多筋，一条筋就上一只麻薯，你估到好一条几啊十只。亚豆皮的全部种有机的啊吼，啊，萝卜面有东多市场哦，就是萝卜有卖一些个，各种应该已经跑好诶。没错没错，萝卜买多的，一般看多的全部就。用发酵皮去种，发酵皮一包落去，一下班之后，我就有机二下机也是包。我了解。这样打落去，管、里面无重要、哦。虽然做唔得有污染的呀，一米的水系用河水库的个上游的个水源。哦。你讲一般种的，上游的，你讲面当有一些药的个水也留下来，对，也就完全唔系有机的。所以有机的就会条龙的啦，全部爱。江水的人来要阳光嘛，就这样的有机。啊，噶按要耕耘下，要懂多年，这样有办法讲完全给它更新嘞，对不对？可以哦，可以。你就讲有机的，一般做就要起码开始要赚多做有机，起码做三年以上。三年以上，啊，你爱打比做几多年嘞？我做两十年。一两十年呢？按多年来，农场一直维持新型多样的模式。多样化的种法，在平常海掠海熟成的季节当果，都做得分散风险。不过在人力的挑土当来讲，实在点都艰苦。还有年年复果，按样是半桶水的做法。到今农场丰富又平凡的生态，本台各个理念实际证明呢。各种形式又神奇的作物，还加是激动好刺激的挑战哦。And 就像考古学家用的一点金不腻爱用的马器，泰国讲，但不是金蛋全部一体，以免奶牛出黑几千后的变相哦。中兴大学学生啊，来实习的啊。真的哦，你好你好，我看见
起来很年轻哦。对呀、啊，还在长哎。你唐医生哈嘎巴吗？听懂吗？不听不懂。大学要到这边来实习哦。嗯。为什么想要到这边来学习啊？我们在学校农夫市集认识，真的，然后就跟大哥说来这里拜他为师。可是哦，现在做农的啊很辛苦，而且特别这种做有机的啊，他的妹妹嘎嘎很多哎、欸。啊，你怎么会要选这个嘞？我觉得有机的理念很好，他对环境友善。而且大哥这边种很多样化，对，感觉生活很丰富，每天都可以学到新东西。来这边几年了？这边从大一就认识，现在大几了、现在大四。哇、对关很多好分的实习都顺天数的朋友请，四年来泰国的分享老渔民的认真，东后的天然成法传播的也的后生人也种奇妙缘分，港中人实习已经不单唱去买卖，人情的流转之间有三土地的想法，没就安阳传下去嘞。明珠，张先生，你阿婆娘嘿。哦，太谢你哦。好，都好上哎呀。没阿妹哦。没有。你本人是阿妹没啥。刘永林太子，才提好六年，吉阳市泰国转到乡下，不但抢钱到事业，还抢到为一生人做饭的婆娘，身材生长的机。农场太太细细的事情整理都好细好细，准备食材的时节，其用五八六的合法老太哥共都熬熬苍苍，眼见甜笑，情感塑造几条之间的幸福。太子，也喊阿哥娘食材准备好了哦，要给家仔做来玻璃菜。啊，你阿弟出菜刚来做嘛个？搞你做大板烧。大阪烧哦，哇，佮都亚细地都全部排排队的呢。系啊系啊。日本的东西哦。哦，冻简单啊，因为即家农场里有的食材啊，就是种种的，种种的就就做得了。好，啊，不过我们的主角嘞，给马奇呢。哦，第一鸦片。对呀。嘿，俺先容易整熟啊。哇，我听说，然后马奇就是都给马奇给个恰恰过一场美乃滋啊，过个柴鱼片容易哇，真严重过敏。你看，你都不用按这耶。啊，走后一起。先容易整熟啊！啊哦，整个会是很卡透明的哦。这个变透明了耶。这叫色粥的吗？这也是粥的啦。色可能哦，意思。很卡醉人呢。而且给散发出一种保守的香味耶。老给苗粉中央，叔叔啊，葛玉金中央。而且很脆很甜哦。对啊，它有里面会有点像胶质暗油啊，斑斑暗油。真的好吃。那像它要得我怎么处理呢？我们就要先把那个鸭皮哈剥脱。啊，没做皮做的是？做的是啦，要我们在这种诶，你要做的哈鬼哈的种 OK。它有时候我们剪的时候会，要不就是那种糊糊哦，糊糊啊，就毛宽，毛好宽，毛长。因为它黑里面整个溜溜的转州葱泥干，有淀粉嘛哈，边都有些蓬蓬。黑讲各种市场没卖各种小厚皮的啊，那为什么那么白啊？哦，要得哦，小号咩会氧化啊？对啊，那他们就必须要泡药水咩？哦，要泡白水啊，药水才不会黄掉啦，黄掉了就卖相就蛮好啊。对对对，所以要用去买哦，要金钟哦就买要用毛瓜皮耶，瓜皮耶，瓜蛋皮卖出去吧，它就不会氧化问题嘛，对不对？不会氧化问题，要做得它。不用卡久，就像保存都奶度好，用空电调料对不对？错，而且啊，大姐教我们要整个过后冻好保，对，对不对？这样皮就冻好保，对，就暖得好就好诶。太慢熟，有人都随意熟，意思就会讲老五好食的东西，随你的意配来食啦。
根本一个材料就是农场地度多用的青菜，叫面粉老结论。不过唔好搞太甜，上次面粉出筋，口感就会变硬诶。沙丁落落来煎了，这家边落去煎了。哇，这让我感觉很像泡菜耶。啊 ，T P U 老给呛那大板烧弄的细够细够型的，要这样吗？不是，因为我们不是用随意就好了。对，那你自己要自己切一下就对啦。那就把它剥开了就好了。好香哦！因为有一些生人呢，唔好吃抢菜，啊，用边发一发，他们就会敢吃了，对不对？对对，这样子他们就会整个的蔬菜，什么蔬菜你都可以加上去，像红萝卜啊，像青椒、啊，颜色又很漂亮。哎，太姐，看你那种做下出菜，艺术点哦。哦，嘿啊，这四级有时候啊，都会菜就带顿的瓦斯炉啊，带顿的煎盘啊，就过去。真的，是啊，真的，哎、这是一个当好的行销去搞的方式嘞，对不对？对。唔但像迄卖菜还搞人客工，我娘做菜，很多年轻小夫妻他们是都看我们节目学做菜。哦，错啊，对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做就做的。老太去买菜，杭州的好做料理。哎，要一面剪素漳州的边边，哎、啊，我帮你好不好？好啊，好啊。有一些穷太地发吼。给我按后边哦，怕会给我掰开哦。你要不然就是切两块，嘿，两块或三块啊，用较好变。好啊，嘿，哦，水啦，漂亮，可以。带有粗盐味的台板烧，里面托马豆酱、老油膏调制的酱，用盐发甜的米嫩子，够太放的野草五片，小小的水溪地图，彩虹充满油的神庙。甜甜盐更甜同，无论看起来还是拼起来都清香人哦。老排骨汤好，还过来煮天然出菜了。哦，排骨差不多好诶。嘿，今日出菜要做什么个？煮汤。煮汤，排骨汤。排骨汤。OK。哎呀，老吉刚刚做饭无轻用哦，要怎样用调味切切就好诶。调味切切，我自家带落去吼煮汤。老婆在买几个钟诶？嘿，哇！老婆嘞，真劲诶！我讲七个钟诶，就是有那种泥土里刚出土的那种味道香气。你等一下七个是东西，你拿去卖的时候也可以跟客人讲，对不对？嘿，对，没错。客人其实吃过之后，那个味道他们都会回来再找。他说 会记得。嘿，跟农农伯诶米西吼无穷用，真劲。嘿，对。啊，先不用排骨。嘿，我们先排骨先不用，排骨加哈。砂锅诶，然后就先不用排骨，然后排骨不用落去。那我们会再放杏菇类哦，这么先不用香菇嘞，因为它有一些多糖体，它又不会煮到烂掉，所以我们啊做的先不用，对，给它营养先释放出来，是不是？对，一个步骤来一步骤来的话，你让它的那个食材，它的每一个东西都会该有的营养都跑出来，这样子。对对对对。哎呀，香菇没几个钟诶哦，唔咩啦，即个香菇是第四集吼，大概有钟啊，然后我们弯转来，嘿，弯转来就大概有多的东西，然后就大概交换按用嘞。所以我觉得这种市集真的真的很好诶，台湾也还已经懂得按用的观念嘞，对不对？像喺农民去干哪去买，嘿啊，就每本个菜商再个装一批，就不会中盘商那个剥削啦。而且消费者没做吃家了解，都带用的中出来，对不对？第四集的话，消费者才会第一说，你的东西按用中出来的呀、啊，然后才了解说，要在农民为人怎么样。然后他怎么栽种的？那种温度感受到你的温度。对对对对，滚溜滚溜，婆婆滚嘞。好，哎呀，给嘞，青米标，青米在标，怎么来？因为伊是做的上司，那呀吼董家叔，所以吼他青米在标吼，他过两个车都，嘿，车都甜分呐，甜分，甜分吼，再唔会最好听。咖喱麻糍继续滚五分钟，甜甜的糍香冲出来。甜下做下，出菜了！哇，太高太低！你爱的平常时吃饭就会按夹圈台吃盐，是吗？也是这样吃吗？对啊。这是点心呐、啊，不是正餐。哦，这是点心是不是？正餐还什么改啊？吃饭呢、啊？哦，吃饭，单枪吃饭。吃饭。你吃饭放菜，菜就一家菜哦。佮肉类就无。都不会买，就唔买一家休咧。
啊，两位神伯感觉，你知道，就是那天事情从早上做到现在，到现在可以吃饭，那种很实在，懂色差也感觉。因为肚子被咬住是啦。哦，要喊他色差哦。对啊，色差。好啦，今天真是被你的幽默给打败了。刚才先来吃色困难，要给好吗？好啊好啊。要给大阪烧。算是有机蔬菜的杂烩咯，对，对不对？其实就是你有什么蔬菜就直接加上去，嗯，就改变就好了。好，嗯，我听说你妈妈一直说都跟马吉跟个恰恰过日子，你看很多人都在恐怖社会的，总不会搞个美奶汁啊，过柴鱼片容易哇，真严重过敏，要抢脱哈。他真给你吃个中药有检查诶，对啊，抢出来吃甜面，吃起来就懂清香啊。对啊，我们吃起来那种口感就会比较不一样。对啊，我们的葱都不会按甜嘛，或按咸嘛，葱没来之啊，你这个大家都得啦，就你是大家都按甜嘛，对啊，因为蔬菜就甜度就。如果你买抢出来，刚刚给它塞过一边又改一边会夹，可是在这边吃酱色就好诶。啊，这里也是你们种的巴西里吗？对对，没黑了。嘿，做的帮忙什么诶？做的做的做的，刚好吃。变成香料。嘿，做的好。嘿，做的一定做的。好啊，帮人家巴西里跟我吃看呐。哦，我太太也是阿姨啊，我小爱哦哈。巴西里还有一种香草。古早那个是阿老伊啊，就本来在古都全部比亚种香米嘅包点呢。系啊，你这个米西就可以看木香哦，就龙都不会吃咧大阪烧的米西就看木香哦。啊，巴西里只改种的吼，米西够较好，超好吃。那再看那小童好未吼？好哇，伊这个汤有够清的啦，真劲动情的汤诶，欢天喜地的说按用小童哦，人间一大享受诶，而且里面还有米。嗯，亚洲米汤啊，就叫做包烧薄排骨汤 ，Q 香 Q 香。嘿，错啊！对啊，马起的加个米汤，全部山都滴肚皮。马起的米西就煮熟啊，它就跟玉米的味道。包烧 Q 香哦，懂枪。你看，煮锅 Q 香暗脆耶。那苗球的锅后啊，加个香米，没有一些像菱角一样。车都应该连麦克风的声音都快爆掉了。那问一下皮是在吗？嗯，不会说不落去啦。唔会，咩唔会食，咩冇讲吞唔下去。嗯，超爱的。皮就做在自家吃，拢好吃。加个甜米山都同甜度，啊，唔过也哈是个马齿，像等下说行去 Q 用去甜咩？嗯，甜。今半夜嘅马齿汤，冇想到老松白嘅竹鼠荡枪荡枪哦，散发出爆笑嘅香味。欢天真景是金光类的舞台，规则组的马戏，甜脆度又溜溜的黏黏，奇妙的口感，本来吃的就有念头哦。感觉你们是一个快乐农夫，我用白用用做有机，又没去老人家变啊呢，是你们上马街嘞。现在也台湾就。小农小富就是尽量往市集跑嘛。小农小富讲的真好。所以我们自己做的东西就是要多样化，所以我的种类就是说随便农场里面三四十种就有，少量多样。嗯哼。所以消费者对我的东西说，来我这边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了，你自己能行销，嗯，种多少行销多少，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被菜贩啊那个通路商剥削一层嘛。那这样子，我们农民生活又会好一点点。嗯，有一种要自给自足的这种观念，就是不贪心，对，可是好像又很满足这样子。对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么快乐，就是这个缘故啊。嗯，客人一直给我们的回馈，其实真就懂，哎，感觉很好。从有个银行，我们认识他就差不多快四年了。嗯，他们是一对，然后他们去年年底结婚。所以他们也给我们喜饼，然后对，让他们分享，真的超像董厚朋友像那种的，然后分享他们的喜悦，啊用快乐乐天的想法啦，其实不是讲讲而已，我亲身一周这样有攀返，当中得到那种快乐吼，没错，嗯。
是唐公司他人共头摆陪伴还有中东东马奇的世界。那么年夜不年个年生意的天天前的情形，后来因为是在听好古的悄悄的就当小看到的。今天你当好在看到也都会感谢太高年年挑战各种作物。20年前不该是有机，就算是专业的港中人可能都三无挑战。太高太子意思的神忙气候持续当真心的老小飞杂教童安阳的坚持已经靠实传到我的心管度了。马奇的送车晴天，本天一百晴神天阳都给我真景次都动江戏哦。炊烟地度中都暗强强悠悠的强吹，地用林子的树风吃菜的变化，青菜摘起来的农家料理真景是简单又动澎湃。在品尝过料暗丰富的台版小糕后，三个来去听的民族乡下来去凑巧去请给做悄悄的到台湾乡下请到的年神中同事咯。来你哇很像的味素。哎阿德斯嗨你好嗨你好民族啊哎按坐按坐黎明的师傅一个全新并业七年米的专业厨师是起到传音乐清国的素材宽清的业界的出家故事转到乡下来此时就当好跳舞的你的后八年生神态的手势开始进行呼吁第二个东西你跳的两位以后等着别下红呼吁都用的五个你茶把盐度求上求下传推下去阿德斯要得按讲的法全部都用你三年中的啊是啊我这个兴趣啊哇那茶把没有啊我看有一些像玫瑰花呢哎呀呀就有一千枪有一几几十八种哎呀他们讲啊你是那种五星级饭店的总厨师哎都要到别的中法哎呀因为中法也有有中有一些学业的好吧嗯也要拜高也到别有个年神中的同事是吗哎呀哎呀多多点地杯多地杯哦哎呀做得在哪里看到吗哦我带你看哦哇那个法言又快又强哦太高你有没有下游型生态按都中的都要地度是啊哇很冰冰冰冰跳的你看看你看看走走走走台湾的都按的细细走眼神都按的水台都按的水台都按的抓他吗红酒这地方有些竹骨头黏的啊海莲也有些刺腰吼你按都种的很用的来啊你还做本土的啊延伸种的都不用到地方本人困啊我都是山上不是去山上去潜啊那潜多了来不用本人繁殖用高二也到毕业反境我动枪这种原始环境将有办法上哦是啊是啊对不对啊不过先你看那个同事都哪哦我带你去看那个同事都了很多地方水牛可以来粉粉呢，呀，要底部五个一朵啦，水粉粉呢。可是个同事都要底度黑嘛？系啊，都要底度啊。加个水可以了，冻粉，而且唔得要用来走哎，啊，不会要像我抓那个鲁满 Q 要走海鱼吧？没没了呀，用钓。用钓哎？用重钳钓。哦，冇可能，年代的劳动唔是劳动水度，冇想到还要面对那位种的强哥。共产党嘅，佮讲嘅魔多，突突出一种，啊用重重嘅未听懂嘅东西，唉，味道也年神中嘅同色，无奈何啊！哦，也个形状好色，钓也个蚯蚓当饵，做嘛个要用蚯蚓当饵啊？
小圆球会甜糖，一黄个较会熟。哦，但也也叫做乜个？叫你也种个都做跨歌啊，吼、哦。跨歌是中文吗？哎、嗯，跨歌是什么意思？加的啦。嗯，啊，你冰落去，吼、哦。对。哦，叫选了几公斤？哼、哦，各位来，你。安尼吼。嗯。机会电通就来。哇，很聪明啊！嗯、看他就按照就坐在休息嘞。嗯，看人的香哎。对啦，人天看看唔会顺，来看个吊看看啦吼。阿弟是，你都看嘛个？佮有讲什么的系无？没，我都看吊瓶有电通无。嘿，讲你当初对海上就当好钓鱼诶，对呀，应该是算是博士级的。系啊，爱专门在研究呀荷巴鱼诶，像爱做了诶荷巴吼，对，要全部自然工法呀。你看了十个嘛个东西，嘿，看了十。耶，那个。嗯。这个。嘿。两个就会水干诶啊，比喷水啊，系嘛？系啊，这鱼诶迄沃卡底杯，迄鱼诶都带到底杯。什么？鱼诶迄道水干诶底度？嘿，因为你啊做诶做引擎吼，你啊鱼诶有水面呼吸诶鱼啊，全部都你啊引擎诶水面呼吸诶，因为有做太水诶时节，吼、哦，鱼做唔得都变都潜潜到河巴去啊，河巴去分太水太少啊，对，嗯、都引擎都对啊，特别即个沃诶，即个有呼吸，吼、哦，即、做得嘿啊。这就是他们的算是避难所了。黑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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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放漂流木在这？也以为木子哈，都会多咧啊，都看门本领实在。哎、啊，嗯。松柏也得错位，咩黑人去给他人工，给他恢复了。呀，水错，哎呀。嗯哼，那啥体位要按用去，这也是有学问的吗？嘿，人工的贴，定制型贴，定制型贴，哎、哦、呀，杀掉底部都就有一个下工哦，都底部，哎呀。有一孔哦，就是自然功法，系啊系啊。各种天形复杂嘅水物，水头水面，比头拉尾都好把好，都有无穷样嘅五类形态。阿得是大错嘅老真实环境当中嘅水物，谈天几结实，就会猜到几对形态嘅真实热情。他变成拍啦，很自然。哎、欸，美竹，你看又挺通了。嗯。啊，真的哎、嗯！哇，给你倒给杯喂。对对对，真的哎！哇哇，很冰棒冰棒跳哎！哦，你用开伞，你用开伞，走走走走走走走。呼，用开伞，谁迷？嘿呀、啊，这本来都安尼啊，同色本来都啊，台湾的都安尼，细细长。眼神做黑暗。最态度安尼，最态度安尼。抓他吗？做得啦，系啊。会跳吗？要有角哦，哈。会刺人吗？嗯，你啊，好没有。哎、欸，它会叫、欸，我不敢抓。就下背，下背，下背，这样这样按嘞，按嘞就做得。咻！我都，我就，啊！真的，真的，我就，阿德斯。哎，好，就按嘞，就按嘞，简单。好。系啊，系啊。哦，好滑哦！你要都敢试哦，我就是在摸果冻一样哎，咕溜咕溜的，哎、欸，是不是被我念戏啊？嗯，我地图啊，不过阿德斯一般都给亚斯西地图买个啊，重要财宝的头饰、铜饰啊，买个条拿就比啊，很开胎耶。系啊，因为以为亚种的住在台湾的，台湾的都安胎呢呢。啊，几种亚斯西的嘞？亚瑟的亚也泰国的，我可以放开了吗？好，坐的坐的，嗯，哎呦，你倒闭水一枪哦，没出呢。系啊系啊系啊。晴晴呢，没出咪？他，我现在听到他有点。哎呀，咕咕咕。他是在叫吗？对，哎呀。他会叫哦。哎，他会叫，哎。哇，亚哥那个触须是什么啊？触须就像你啊雷达哦，雷达潜你啊食物哦，潜咩鱼的，哎呀。哇，做得按用感应到啊！哎，感应到以后就会潜意识。好聪明哦！哎，阿德斯，今日钓到一米安西米的，怕唔怕来做料理吧？哎，可能来钓三四米就做得。啊，钓到就差不多三公半亚哦。没有，看困亚有可能就有地下有会钓到哦。阿德斯的笔筒神态，真经富有的动好哦。
当然爱当好菜，听从咩系有关系嘅啦。少人嘅日头下，寒天难难嘅同色，咪躲唔掉闲工扭来扭去上瘾嘅样诶，感染错掉诶。我真经感受到阿德斯讲嘅钓鱼嘅快乐，除了同色，还含钓鱼动作拍过诶哦。哇，阿德斯，你做了亚神山好爽去啊！但我都给种，你知道做种朴实的给种酷色，全部都，我在旁边穿这个不敢站在你旁边呢，怎么办？这第一道料理要叫我做什么？做永年的布哦。永年的。洛神花的顶。就会呀。哎，要量做。要量做。哎，做统色的料理。是像去夜市吃那一种药膳汤是不是？哎，有两种，那是味道都无穷用。无穷用，这也是这边园子里的。对，这是养生，对，养生。好。哦，啊，但是要不要一炸的量的嘛？对呀。OK， 有金没有黄的地方。哇，啊，但是不用啊，哈伊啊，从蜜头冲下出来，这怎么有一点嫩熟的香味啊？奶酥的香气耶！就用嫩的程度安尼香味。基本上蜜头就安尼。本身都安尼。好好好。一鲜哦，你也懂的哦，一鲜哦，味道一重。一鲜蜜头，噶要晒早的呀嘛，该嘛。晒早的就较味道较无安重。是哦。系啊。啊，不过像老板买这种番药材煮的同色啦。他们的中药材跟你要倒闭的亚种黑洛神巴跟你说羊奶头嘛，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啊？亚种的较自然的顶吼，亚种较自然，因为中药有诶东西哦，因为有添加物啊，较无好，亚纯粹也自然哦，我们农村在地的食材，来料理。没系阿德时期噶种诶，嘿，上班爱去个台东个倒闭个吼，采个洛神巴，讲洛神巴其实对心血管很好，佮加紧的部分也是一样。最紧的是最后的精力汤，精力汤哦，最后的精力汤。哦，不错，按用薄出来也加个皮汤，就是最精华的。哎，最精华，就不是就不用盐。哦，盐巴用酒，哦，就唔是用味素，哎。不过你要补几久诶？用点钟。用点钟，刚才做先处理配的食材咯。可以吼。讲真件嘅，都要下位置，唔做得糖诶出来，师傅佮唔咩行业么？那系冇讲，给弯掉嘅合法，很真件做得偏到矮哦。原来伊咪种茶吧嘅先辈，但是系行业，地道嘅好。阿德斯是好多的挖掉的合法，就连当到出位模特的合同和假发名的技巧好多的哦。就像是同色，还有一个神奇的名的玩到王阿哥，老爷王阿哥通过真行下你铺了。刚才也谈好同好色，不用多也皮同地都叫下啵。嘿，同阿哥。好，哇，也下同色，还有排骨变落去。阿德斯，好解呀。汉尼亚容易哦，嘿，汉尼亚都可以，要提升你的鲜甜度。哦，我比较海山的那种奇甜容易。嘿，为什么头山要煮中药啊？因为就是给多来，它是以前对身体是有什么好处吗？以前就是我们客家庄，就是说非常贫瘠嘛。嗯，所以我们客家的那个住民，他会把这些周边的食材拿来利用，多来做食补。以前的人吼。他们好色，多厉害！就以前的古早味，平常吃到的啦，都是给这种泰国嘞、同色嘞、煮的亚种汤。今天我们吃的是原生种的哦，就那种的亚种的吼，本身都甜，本身就泰国的那种的养殖的，它有一些腥味。了解，胶质是不是会比较多？亚种的较好，较甜。嗯哼，金发铜片总是需要时间来滚。尤其是牙上的铜色，杂布的肉质老高质，出本机用细细火天天的来闻哦。哇，阿德斯，你做的哦？是啊，那个金瓜。番瓜啊，这种东西是没有你的特色呢。是啊，这要去做粗球的特色。它这旁边还有雕这个立体的筏哎。各位感受，你要爱加这个旁边的装饰是不是？对啊，你要不用搞。哦吼，不用搞。不用点钟过后啊，已经绵绵落落嘞。几度看绵密哦？真紧还绵密嘞。嗯，很酥脆哦。哎，做到总要高速去点。
这个旁边的装饰是不是？嘿啊，你要捧你搞。哦吼，捧你搞。嗯。我告白吗？唔会，你啊，就突然。你安风行系无？好细的工哦。嗯。啊，都是一个南美尼州，哎呦 ，seven 以 U 型做出来的东西 ，OK。像做一个刚过去的东后宫，而且很精致哎。呀，普通饭店的你也总会穿。简单嘞，只算简单。嘿呀、啊，那、你还有雕工嘛？该砍开强的呀。因为太难画，比如做安胎，七八人斤，雕了种盘龙金瓜，哎呀、啊，用三银来雕。哇，用安胎做个盘瓜，一次一米量出来哦。嘿呀、啊，嘿呀、啊。啊，这时间穿完用的功夫，嗯，对那个就开始练嘞。以前就在饭店的时间、全部买都去上去学的那些木雕。你卡书的啊，老爷卡书一个完全没用的，光是我想那个 little onion 的拿捏，应该就差很多了。欸、差挺多的。嗯，雕了从个果雕较强熟一些的。对。哎呀、啊，到台北速读，转到家乡来，阿得是个柠檬之一，就系爱请转天凤雕里的艺术。用动针的雕刻，本彩天的好色彩，每做得呈现出精致、好看、提升层次。用师傅的作品，本人感受到中式料理艺术的太好闻。家下张雕啊，起来的拍过诶，用萝卜肚、鸡鸡加加，本人很期待哦。啊，这时光真给你盘诶，雕工复工诶，完全分不出咯。几滴都几多种，五种都呀。三种。三年，还有拍狗诶，拍狗诶，全部都会在我们那自然的生态园区里面，大家雕起来诶，雕起来诶，呀，差不多扎几久诶？差不多15分钟。15分钟？诶，哦，还要比骨头熟多软的嘛？哦，像这样子熟够，你是要再去比煮吗？我再煮吗？哦、就是去酵素弄原汁，哎呦，高速都去哦。酵素该不会也是七甲做的吧？七甲做的，真的，嘛该自然农法的，嘛该高速，那是肉神法，那是肉神法，所以等一下吃都会全部被煮粉色的，是吗？有较健康的东西，太健康。第一题要，国家七甲做的肉神高速，阿得是一下特别甜呢。我的特服上次各位打败高速葡萄擦擦的五个各位一层酒红色的港空气度溜溜的甜香甜蜜盘的度各家装饰留得为空架本主题常年都穿在精品用的哦哇我看看黑波亚的话就是茶法会很可能都按照讲讲的法，因为爱听一摆潮州本茶法，宝味的香酥啊，用个天然蜂蜜。这是你讲的无？你刚刚客家话讲到暗口，他讲你是后来才学的，是无？是啊，俺就说做茶法的时间，吼、哦，都以为就全部汉阿人一道，一道俺就有一听一听听听听都会讲。嗯哼，你讲的比懂到客家人讲的还卡巴溜，厉害。系啊，跟住行卡哦，要福气嘅来品尝人嘅泰菜呢。好，好，有三日嘅铜色铜，铜色铜。哇，松本亚成油是它的那个鱼的胶质吗？对，伊本身的油。铜啊吼，表面看那过去冲黑雾雾，啊，唔讲流去落家，看到佮清清。你啊，都会绿神化一点，绿神化一点，怎样样特色？是不是？那是林坤那同的明星，都你还做五帮五帮也位数，林坤也有甜哦，哎呀，也做苏金宝出来的糖啊，唔但唱起香甜甜，因为感觉都一下，其用这种米是规则的素很样的厚脸头。最主要你也种的吼，用嫩的吼，伊也有些新鲜的食材都了吼，都有些你也较重的香味。伊你啊种个绿色白个根，吼，伊就会较强甜，动那你啊种个养生。好，也哈，绿色一个糖色，保两点钟个哦，两点钟过后啊，已经绵绵落落嘞，来吃吃看啦。几度较绵密吼？真紧，迄绵密嘞。
又有个胶质哈，胶质有一朵。很 Q 哦，有的你讲讲这种荷巴雕，要不要有土米奶米？土米奶米，这个就没有。因为延伸种哦，看磨料怎么出丑的米多哦。虽然我洗米洗米的哈，解骨头唔爱动胎，骨松的肉我蛮得多哦。系啊。然后问了谁，应该主角是他吗？不是哦，没有，是水红牙膏，发膏哎，发膏哎，三脸完全分不出来了。好，嗯，来测下台湾没做的事哦，做的全部做的事，很酥脆哦，哎呀，沙沙滚啊，味道又无强样哦，上杯一甜甜甜，像人家糖醋一样，唔够牙膏去落成白的膏素哦，嘿，做落成白膏素去淋，淋哦，都稀释冷水掉吼。几多唔会自己产生酵素，唔会外来也补充，也补充较多的，酵素又养生哦，对人家一些微虫的系统的以后，消化又有帮助哈。了解。丢丢的带点酒香的酵素，醋太油米，酥酥的米丝过后，食到拍过胃的甘甜，规只糊糊的糖色糖。文渊饺子，小囊的柳叶好念头，用奶奶的文渊抚慰人心。今天的料理就是阿德斯对这个世界讲讲好吧，今后的传说。你最高的时候爬到哪一个位阶？后来转到大自然里面。后来还是做那种全省的连锁素食的总监。哇！做专门研发那种的食材哈料理，创意总监，你就立刻决定冰溪啊，全部跟民和利，全都熊哈溪啊，系啊系啊，本身就是对那种添加物挺反感，所以爱想到吼讲那种的园区吼做传统、做花卉、做生态吼，全部都讲吼来磨的那种的有托的。还有添加物的哦，良性事业啊，本身就是说身体吼较健康哦，啊，做那种的吼，世代做的流传哦，做的传下，做的传下，良性事业，良性事业。咁对你而言，生态花园，你有冇个很较重的肩膀冇？就会宗旨就会吼，就是天然的东西，自然环境哦，啊，富裕出那种的吼。那种特殊的这种食材，这个食材像五星级的请多的，那种再来做那些料理，你吃到又身体又健康，对，要种那种的以后，做那种的以后，传统一种空间的一种想法。做料理作为种全新生命，唔停停拍啥做，感染坚持想法，总系有你弥补。比起个水族馆地图，常常给你带唔，好痛唔，无论用个看都系坏坏个，那又怎咯？我想，佮讲系对上世嘅欣赏，老对环境嘅情感来个，就像一个崇高嘅人一样，阿德斯用佢动真嘅主意，引传本大家佢对人生嘅认识，老对土地嘅通识。没有你，你也向上之间，一个又一个的散步诶。你同多人来看，可能像系影响的发展。不过对民族来看啊，也就像一个保护，同多嘅保庇诶，就看到呀，强悠悠嘅散步地图哦。三板林泰国嘅自然农场，大众作物都生到当好，地图有保养，有祝福。有人生百态的甘甜美食，草桥乡下阿德斯的生态发言，尤其品尝过世界秘密过后，亲密转到上念的家乡美食。我记得咯，料理就是一种情感的延续。下种好美食，你下礼拜再见，拜拜。